我要套鞋，不用啊，我觉得你要把那 SS 卡先套鞋，放进去。哦呀 ，SS 卡忘记啊，不然它会不会？嗯，可以。OK，我放一下我的背身。其实它这里这么湿湿湿湿。哦，也是有保护力的。这个是我选。啊，我说，其实还是蛮大件的，好像是。 Laundry service 是收费噻，肯定啊。嗯。OK，还有咖啡，哇，有一个普通的咖啡，茶，煎茶，普通咖啡，两瓶水，可以冰箱，可以放点东西。哦，这里有插头，你可以插这种，有 USB 哎 ，OK 啊。 哎，小心啊！你也有电的，不知道是吗？嗯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。这是早餐菜单。嗯。是那种order是吗？哦，有收费的也是，有 room service 收费的。七块钱，对。嗯，但就是 complimentary 的，就你吃不用钱。对。就是给那个。我们可以自己做 part time 吗？给一个 tips。 然后这一题我是给你。 就是前面的stuff。哦，还有个前面的，还有个wardrobe。有。还有safety box。more and more drawer。把这个来感觉是。其实这样子的，对，它其实是蛮阔的，然后这里还可以睡多一个人。其实我看 online 是说，其实可以睡多两个小孩子。啊。嗯。然后我们这间是有balcony的。嗯。 哦，包括你是跟旁边的人连接在一起的。哇哦！包括你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所以是有动的。哇哦！哎，刚才我们拍了个spectrum of sea。哎呦，手机要小心哦。对啊，这就。对。 一个可以去玩的，好像是要复读。嗯，不懂。我今天天气有一点阴阴，好像有点下毛毛雨了。嗯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房间。 船已经开始走喽。嗯，有啊，这里有 feel 到。眼睛看的话，就会看着它走了。